作为营养保健食品全球领导品牌，纽崔莱与中国奥委会四度牵手，奥运军团与纽崔莱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铁。十岁生日的时候，我在这里，那个时候我刚刚拿到了我的第一个奥运金牌。那在这十年之中呢，我也经历了人生中很多的不同，在跳水事业上也发展得不错，退役后也结婚生子，现在也有了美满的家庭。那当然，作为老朋友，我也看到了阿里纽崔莱在这个十年中发展得越来越好。那也是取得了很多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一名。我也希望在安利纽崔莱90周岁、100周岁生日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到现场。我的爱人一直都是在是纽崔莱的第一批用户。他刚刚还在说，我因为我用了纽崔莱，我那段时间的状态非常好。他得了当时我们遵义的形象大使的第一名，然后我也是作为第三届的形象大使，我们才能在一个活动上面碰到，然后认识相识，开始有一段感情。所以说我觉得另外一个心愿是也是我的一个媒人，对，就因为我爱人用了纽崔莱有这么好的状态，然后我们能够牵扯到现在，所以说也非常感谢纽崔莱。纽崔莱的他推崇的理念是运动加健康的饮食。以前当运动员的时候，那也是一直有服用安利纽崔莱的营养品，包括蛋白粉啊，还有一些维生素，包括我之前怀孕啊，我也有吃安利纽崔莱的那个蛋白质粉。大家应该也知道，作为一个孕妇需要补充蛋白质，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，所以我也每天每天都在保证。现在孩子吧，都喜欢不上桌吃饭，然后大人围着到处跑，最终呢还是没喂进多少饭。所以呢，毕竟还是有一些缺失，肯定要跟他选择一些安利的产品，但能够经过奥组委的这个认可，能够被我们运动员所接受，那么它是一个严格的过程。我肯定会相信选择这样的产品。像今天郭郭刚刚讲到也是，我们一定会选择这样的产品。我今天在开幕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句话，非常的震撼我，那是老先生的一句：一开始只有我相信。所以说我从一个这个拳击项目大家都不被看好的，或者说大家都觉得我这样的身材怎么会去打世界冠军，但是就当时我就秉承了这一刻，只有我相信我才能够真正的在中国突破这一块奥运金牌，而且现在也在职业赛场上依然还在拼搏，这句话也给我很多鼓舞。一开始只有我相信。纽崔莱在新的起点上越走越好，越走越稳，取得更好的收获。我觉得我们要共同的伴随，共同的祝愿，然后纽崔莱越走越好。希望所有的纽崔莱人能够一如既往的坚持自己的道路，能够一如既往的坚定纽崔莱的信念。希望你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健康、快乐、幸福。祝贺纽崔莱8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纽崔莱80周年生日快乐！